走，跟生命电视放上去，走，跟生命电视放上去。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剑刺游行至三阳国，与成立聚落村林四市川原三国，一切入处周遍求逆三剑必求，剑在林中征行往返，壮年美貌，端正科学，其法干清，右旋不乱，顶有右极，皮肤金色，颈纹三道，额广平正，眼目修广，入青莲花，唇口丹结如频婆罗果，胸表万字，其数丙满，其背千长，其姿网曼，手足掌中有金刚轮，其日出庙如净聚天，上下端之如尼陀罗座。住相虽好，悉皆圆满，如雪山王，种种严丝，目顺不逊，圆光一寻，三才童子到了三阳国，不，前头三字是介绍吗？叫他到三阳国，去见善见比丘。介绍的善知识啊，善知识德呢，这叫善见。这些个名啊，都因德而成的。德就是他修行的德，这是就这个五十三参的话，是一参。就他的位置说呢，实行出行住行啊，那你知道行是通菩萨地的，十一行配菩萨的出地，从出住也是配菩萨的出地，因跟果，因果同时，行嘛，将行菩萨的因，果就随之而来了。这个是眼世界、净世界，所有的因果都入世，但是从没有失掉真。真不能失掉，咱们虽然是在凡夫地，咱们具足佛性，咱们具足佛性，让每一位每一位的菩萨，一个是修的功行显，本具的是没分别的，咱们经常讲，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那是说的性体啊，
不是说的因缘果报，咱们是本具，一点用处都没有。本具等于没有，你不知也不能得。知道这个律，知道这个义理了，你就知道食住食行食回向三贤位，这三十位中都叫三贤位啊。初住跟最后十回向，他们的中间修行的法门不同，得横呢都能见着佛性了，见到佛就入法性了，一发菩提心都能成正觉。对十地，对十一地来说，那三贤位是因，十地菩萨是果。对佛果德说，十地还是因，我就成佛才是果。但是这个中间的妙用啊，深浅不同，你不知道，他们都当达到。你看看十信位的菩萨，他那神通妙用，你不能拿世间相测量，也不能拿天人来测量。这个你就渐渐呢，能入。不言呢，你不能入，不能入啊，就不能理解。你看这每一个善知识跟每一个善知识好像相差很多。神通妙用上啊，就是好像相差很多。在理上呢，没有好大差别。表现的理的表示方法不同。同是般若波罗蜜，你看这个层次，这就显出智慧的大小了。人间显不出来，说这个人聪明一点，那人笨一点，说这人才识大一点，那人没有，你看着好像差别很大。他一死完蛋，都要死。社会人说三寸气在，这个地方这个气啊，三寸很少，千般用，妙用无穷。这口气断了，一旦无常，万事休。说我们众生的话，这些菩萨可不是这样的。咱们看见，我看见初住菩萨那已经就不得了了，好像但是一位一位的比，初住是比的从凡夫生死流转当中入到贤圣流，见了法性，发了菩提心。但是那一位一位比啊，他所行的那神通妙用十之毫厘，差着千里，就是一点点，那也差着千里了，就是含义是这样的，你可以怎么理解呢？说这个意思很深，你不能进入，你想想三十年纪的事儿，你们可能年岁大的想到二十年岁。现在一年一年不同，那时候我小时候刚能坐上火车可不得了了，那时候火车一个钟头行四十华里，完了后增长到六十华里，那以后呢就在这个六十到八十华里之间嘛。最近咱们说那悬浮列车一个小时250公里，乃至有400里，一个小时就800里，
对，这个怎么比呀、啊？一个小时60里，比一个小时800里华丽。你能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现在飞机超音速，音声的速度比这还快。这人间想象，我说这些个让你呀、啊，比那菩萨的圣境，比那个业，一个敬业，一个眼业，敬能知道眼，眼业的不能知道敬，懂得这个道理了，你把这个，咱们现在讲这些个。这大菩萨呀，没什么稀奇的，他敬业的妙用，他的神通，啊，你怎么想呢？如果你在这一作业，你到了上海了，800华里800华里一个钟头，不要一个钟头，我一作业就到了，这一作业就是一念间。一念间就到了，那大菩萨也如是，他叫一念间，因为他是敬业。咱们是想象，也在理上懂的。你这样子你就进入了，那大菩萨看着众生的业难度，那他也感觉大菩萨感觉众生的业妙得很。个人造的业都不可思议，咱们这取心动念，因为什么呢？这下头的话呀都很玄很玄的，先跟大家说了，大家思维上就这样理解就好了啊。善财童子到这个三阳国，在这城里呀聚了当中，市场上啊，乃至到三连三五一切处干什么呢？求善知识，不是一到那儿就见的，没有这么方便。在这个国度，从三连到农村到市场，到处寻觅善知识，在寻的过程中就是求道，想念前的善知识，说给他说的法，一边修道一边思维，好求后的善知识，更有善的是开导我，是吧？更能得智慧。因此他的游行啊，有时候说年限，有时候没说年限。到一个国度，找一个善知识，究竟是在山林里头吗？还是四禅里头吗？不一定，有的山林找到了，像前头在虚空去找，咱们找善知到虚空去找，咱能找得到吗？现在咱们在这儿找文殊师利菩萨，天天到这儿找找找文殊师。你这住了10-20年了，你还没有见到文殊菩萨，还没找到。你在五台山，文殊菩萨住在哪儿啊？说带了点，你连着去看，文殊菩萨在吗？我都封不动，在吗？跟这个一样的，你把经上所说的，跟你现在的事实。这样想，你没有感觉症，也容易懂了，就能懂。不要站文字，不要在文字上去想。找来找去，见个森林当中，就树林子里，他看见三件比丘在那干什么呢？经行呢，往返经行呢，年龄不大。壮年，相貌很美，美貌，
修德的福德，美貌表的福德，人见着欢喜，端正可喜，其发干清，那个头发呀放光，干青色啊，干净的，这颜色不是黑的，不是黑的，比黑的浅一点，他的头发不要去修饰，都是向右转，右旋，像佛一样的，顶上有一个右髻，佛上头长出来的右髻，三件笔记也有，顶有右髻，皮肤呢黄色的金色，金子什么样颜色嘛的什么颜色，那时候形容着金色是美貌的，如果我们看那个欧洲人或者美洲人，形容着咱们亚洲人是黄皮肤，黄皮肤，而对亚洲人说呀，对美国人说的黄色并不美，它白色才美，非洲人看着黑色才美，黄色不美，再是这印度说法的，这些话呢也是在印度说的，说以印度的人为标准，这黄皮肤，皮肤是金色，颈纹三道，这个是就这么相书上讲，额头上啊三道纹，三道纹，额头是平的广的，额广平正，眼目呢修广像青莲花，咱们想起来，青莲花有什么美，眼睛像青莲花，你想人间最美好的，说他那个眼目啊青广像莲花开了那个样子，细长，细长，修广细长，眼睛很长，那青莲花叶一样的，那莲花开了一样的。唇口呢，单结住频波罗国，不是他自然那个长的，自然的那个嘴唇啊，很好。不是像这个女人擦口红，可天然的是那样的。胸表万字，表示德的，在那右上啊，不是南上的啊，日言长出来的，长一个万字，其处平满。就是两手两背两膀加个头，都是平满庄严的，这叫其处啊。凡是在哪部经上说其处的时候，两手两足两肩加一个颈项，这叫其处平满。平满呢，没有缺陷。你找不出毛病来，有这个意思。其背前长，跟一般的人的膀背不一样，咱一般的手背到腰杆到大腿骨就了不得了，前长到什么样子呢？过膝，两背过膝，有腹部大，咱中国人有啊，刘备，三国的刘备，两背过膝，诸葛亮第一次见着他，说这个人呢一定能得，不然他怎么跟他做，很信服他，他有德，两背过膝，这个咱们中国也有，其自傲往慢，这个咱们很少见到，这时候没见到，这个手啊
像磨脚板一样的，中间有网络，有网络，不是每个跟每个分开的。看着磨脚板没有，磨的脚板就是有网慢，但是不妨碍他动作，他远的嘛。他那手拿一杯水不会漏水的，他有网络成了的，拿水就跟喝水了，不要碗，拿手这么一漏那有碗。手足掌中有金刚轮，手掌上有个轮相，脚杆上啊，足掌上有轮相，金刚网轮。其实书庙总结了一步一步讲，有净居天，梵天里头净居天，说咱们这人呢是净居天的后裔，世界将成就之会，净居天下到人间，这样，所以他面他这些身的书庙总说像净居天人一样的，上下端直，如尼陀罗树。在印度，尼陀罗树呢长得非常直，非常直。就人呢，那个身体啊，非常的直，不是弯弯曲曲的，端直的。诸相随好，即一切圆满。随便你指的身体哪一部分。圆满，犹如雪山王，这个没法形容着。雪山王是什么样子？但经常有时候这样说，如雪山王，我形容不出来啊。种种颜色，目视不逊。他这眼睛不像咱们一眨一眨的，他永远不眨眼的呢。正直目视不逊。这两个眼睛总睁着，总瞪着，随便什么景象他不在。圆光一巡，一巡大概是40里，他头部有光环。咱画菩萨像、画人像都有光环呢，有光环。他说智慧广博，犹如大海。那人善财童子怎么知道的？我那想了老半天，说是善见比丘智慧广大，像大海一样的。你入境界心无所动要在心里所显现，什么境界显现了，不为所动，好也好，坏也好，什么任何境界相，心不动念，常在定中。要沉要举，要字非字。沉呢是静下来，举呢是行动，我手动啊，脚动啊就举。好一点智慧表现，我说不是智慧，自然的那是啊。动作细论，一切皆息，这个全部没有了，一切法没有细论。这形容什么呢？一切皆息，心无所动，沉举智非智，动转没有，细论都没有。他得到佛所行平等境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寂静无奈。大悲教化一生，心无斩舍。菩萨是要行菩萨道的，你的大悲心来教化一众生，从来没有一念舍弃众生，是辗转很少时间，心里不圆念众生、不度众生的时候没有。那说此善见比丘心里所想的，就是给一些众生快乐，把一些众生痛苦，大悲是把他痛苦，
供养一众生快乐，就是大慈了。我又开始如来的发言，开始如来的正知正见，就是开佛之见。反正我这么句话，唯见如来所行之道，前的实践呢，是如来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做，脚踏实地做，不时不受审替惊醒。这几句话，这一段话是善财童子见到善知识三件比丘他的感受，善财童子的感受。那是看这个三件比丘在这儿不快不慢地神经响，表法呢紫冠双运定慧均等，那神的精神。我今天啊，把这些文呢、啊，有时候我都没讲，念一念过去了，要解释，随着文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知道每段经文，都应当这样解释一下。其实，每位同学的，我认为都看得懂。你学了很久了嘛，随这个文呢、啊、来解义，这个很容易的。但是还有经外的，这个意外包容的，那叫深入的了解，单以意会。你有好大力智慧，你就能理解好多，古德他讲经，他不随你文字转的，这段呢，他就根本像这些很多他不说，像以下这经文他都不会你讲的，来形容词啊，像底下说了，是善财童子他所意念到的，就是善财童子见了三件比丘啊。就是他一见之间他就这样立想，同时善财童子感受到无量天龙，无量天无量龙无量界上，这无量一直灌到底下，有天龙八部鬼神，前大婆诃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四梵护寺，人与非人前后围绕，没说数字啊，都是无量数的，诸方之神随方回转引导其前，善财比丘在那游行，善财童子看见诸方神，诸东方的神随着善财童子往随着善财比丘往东方走，还有诸行神持着青莲花，每个三界们走一步，诸行神让捧头莲花接着三界比丘的脚，那叫无尽光神疏光破难，光光明的神以光明照耀三界比丘，给他路上啊放光，阎浮闯灵神把那个林树之间的花杂花，三年都不可能杂花吗，散到地上，不动藏地神向三件比丘献宝藏，普光虚空中神光明虚空神把虚空庄严好，这个咱们就不大啥理解啊，虚空庄严咱也见不到，这是圣经，他有这类神专门的虚空中供养佛的供养菩萨的，光神放光，树林什么献扎花，不动藏地什么献宝藏，普光明虚空什么把虚空庄严，让三件比丘走成就得海神与摩尼宝，
吴国丈须弥三神头顶礼敬。嗯，你三神呢向三件比丘顶礼屈躬合掌，这张懂了，无奈风神与妙香花微风吹动那香花啊，村河主夜神庄严起身举体投地，专就是说那主夜神呢把身体庄严好到这五体投地礼拜三千菩萨。长觉主昼神夜神空神，白天夜间，就是白天是昼，夜间是一晚上啊，知照诸方摩尼床，住于虚空放大光明，照见三千菩萨清净状。这善财童子看见三界比丘周围的上下的无量诸天也诸神来这维护三界比丘，而初行菩萨啊，而是善财童子一比丘所到了善财地方了，顶礼起坐屈躬合掌，请法的意思啊，白眼向三件比丘说了：“圣者呀，我已先发耳朵了三宝三菩提心，我发了成佛、求证等正觉的心，但是怎么样求菩萨行呢？得去做呀，行就怎么样修行啊？我闻到圣者。”善能开示诸菩萨道，我听说圣者呀，你是大善之事能为我说，菩萨云何学菩萨行，怎么样学怎么样修，善见答言。嗯，善见呐童子啊答复善财说：善男子，我年纪少，我还很小啊，纪少就是少年，我现在年龄不大，出家有近，我刚出家没好久，我持僧宗与三十八恒河沙佛所静修梵行，我听见这简直相反的了，又年少出家又没有几天，怎么带三十八恒河沙佛所去修梵行啊？是不是矛盾呢？这个年少啊，是我刚入修行十行门第一行，这个年上表法的啊，是十行，我刚入十行，就离开十住家，他出家是离开十住那个家，前头十住法门，说出家又近呢。但是就我在这个阶段离了十住家入了十行门，我只亲近三十八恒河沙佛所静修梵行，而我修行的不长，只有三十八恒河沙所，回有佛所，我说有佛，佛在世，有佛都参加佛的法会，一日一夜静修梵行。我有的在一个佛的地方修了一天一夜，或者有的佛所我修了七天七夜修了梵行，或者有的佛所我修了半月，或者修一个月，或者修一百岁，或者修一万岁，或者一万岁，或者若有他岁也不可知数，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岁，
或一小时，或半大节，或一大节，或百大节，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大节。做什么呢？天文妙法。有的在这个佛所只很短时间，一个小时，有在这个佛所住了一百节或者一千节一万节。听法呀，学习呀，受行其教，行菩萨道。祝福的教诲叫我怎么做，我一教奉行就行了。把我所有的大愿发的，或者成佛呀发布的一些所有大愿，发了愿必须得满愿呢，入其正处，我正处。这都是说我过去所修的因，行吗？修因吗？修因才能成佛吗？因修，净土众生。有的我见到那个佛，从他成道，成了道说法，各个差别，无有杂乱，是吧？每一佛所，我所闻的法，都是没有杂乱的。那佛入涅槃了，我要住持佛的一教，乃至灭尽，你就法灭尽了。这个时间是年少吗？这是过去的修啊，但是我到实行出行是年少，因为过去那些修得到的善见，正知之见、开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你知道，以至彼佛本所行愿，我参拜。跟哪一个佛学，我都知道每一佛他最初的大愿，以三昧力严净诸佛果道，以入一切行三昧力净修诸菩萨行，以普贤乘出离力清净于佛罗蜜。我参加这么多无量佛，知道这个佛最初怎么样修的，从他的修因到他的干果，善男子，我在经行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来到这不看我经行的吗？我经行干什么？修行的。一念中一切十方皆悉现前，智慧清净，在我一念间，这十方啊，我的智慧都清净了。一念中，一切世界皆悉现前，经过不可说不可说世界故，随文就解释了啊。一念中，不可说不可说佛刹皆悉严净，成就大愿力。一念中，不可说不可说众生的差别性皆悉现前，满诸十力字。一念中，不可说不可说诸佛清净身皆悉现前，成就普贤恒愿力故。一念中，恭敬供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陈述如来，成就有缘心供养如来的愿力。一念中领受不可说不可说如来的法，如来法得证阿僧祇差别法，住持法轮陀罗尼力故。一念中不可说不可说菩萨行海皆悉现前，得见一切行
入因特里网的院里供。一面子不可说不可说，住三妹海皆悉现前。得与一些三妹们，肉一些三妹们，皆令清净院里。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受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观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绿度母除障法会，恭请金刚上师颠巴喇嘛主法，日期10月2日星期一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10月4日星期三，时间8点半传授八关斋戒，13点半礼拜大悲忏法会，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金泉寺，山号归光山，院号释迦院，由行基菩萨于天平年间奉圣武天皇的谕旨而兴建，最初名为金光明寺，供奉由本尊释迦牟尼佛、
东方药师佛和西方阿弥陀佛三尊如来。朱红色的山门醒目万分，穿过人王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的红桥，桥上题名为极乐桥。步行入内，左边是钟楼，右边是朱红色八角造型的观音堂，堂外矗立着的弘法大师的雕像，大师的神情露出亲和的微笑。观音堂中供奉著名的圣观音，根据元平盛衰记记载，元平合战之时，元义经途中路过金泉寺，为了祈求战事胜利，诚心向圣观音许愿，所以圣观音又名圣运观音。金泉寺庭院还有一景，是元义经的家臣卞庆为了提高兵队的士气，并表现自己的神武，于是拿起一巨石，这块石头就是卞庆礼石。龟山天皇曾参拜该寺，仿照京都莲华院设立33间堂，供奉千手堂。天皇敕旨建造藏经阁作为道场，召集全国国学的僧人讲学，自此展开与皇室的渊源。现今所在地的村民称作大寺，由此可遥想昔日寺院的规模之宏大。然而天正十年，金泉寺除了大师堂外，大半的建筑物都遭藏中我部元清的兵火所烧毁。现在所看到的建筑物大多为重建，本堂位于寺院前，平缓倾斜的瓦顶给人以沉稳的印象，因为是皇家敕建的寺庙。正殿屋顶的瓦片有一半菊花纹的图腾，充分展现了日本寺院工艺的风采。屋顶造型为宝形的大师堂，供奉着本尊弘法大师的雕像。从远处看，它看起来略显紫色，但仔细瞻礼，又像是红色的。传说，当人们遭遇海难，迷失方向时，大海就会闪闪发光，红色的弘法大师就会出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2008年修复工程时，检视褪色的弘法大师雕像底座时，其通体原本就是朱红色的，与绘马的传说相符。弘仁时代，弘法大师来到此地时，为缺水的人们掘井解旱，并因涌出的金色灵水而将寺庙改名为金泉寺。又因寺院背靠龟山，因而将山号改为龟光山。黄金井所在的小神社，相传只要俯身向井，
若能看清自己的身影，就能长寿，故又称长寿镜。坐落在井旁的地藏菩萨被称为北向地藏，据说对颈部以上的疾病有奇效。金井旁边就是阎魔堂。金泉寺是一座非常宽敞的寺庙，院内横向较长，左右视野开阔，行走寺院中能欣赏到许多景致，有着能实现愿望的满愿变财天，还有不动明王的化身龙王雕像，周边环绕着12只玉手本尊，都是必看的。本堂左侧供奉有慈母观音像，手持甘露瓶，面容泯念着众生。菩萨视线的尽头是一个装在紫房中的金色小孩，而慈母观音正在给小孩浇灌甘露。而在观音旁的是紫安大师的雕像，弘法大师怀抱着婴孩，能祈求安产，小孩平安健康长大的功效。龟山天皇对金泉寺抱有强烈的信仰，在他的帮助下重建了宝塔，艳丽又不失古朴的多宝塔在绿叶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其间佛像与墓碑林立，庄严俨然。时序千流中，过去与现在，生死之间交错成一首首生命的谱曲。多宝塔阶梯下有座长庆天皇陵，内供一颗五能石，是1916年从山上挖掘出来的。长庆天皇是南北朝时期第98代天皇，自龟山天皇在位以来，金泉寺就与皇室结下了不解之缘。那经藏中流畅的墨书助导着旅人把握当下，在四国遍路的巡礼中追寻这场徒步之旅的生命意义。是。
想，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时时论信仰，是为最吉祥，此之今生活。心之真。